鱼骨拆解术，意图搞懂文法脉络。现在进入第四十五课：Complex sentence，noun clause with what as pronoun。复句，代名词 what 引导的名词子句。首先，我们看上面 what 的简介。What 等于 all that，这是指当 what 引导名词子句的时候。 可以等于 all that，然后 what 可以在名词子句里做主词、做受词，或者是做补语。我们看这张投影片：noun clause as subject 做主词，noun clause as object 做受词，noun clause as complement 做补语，显示名词子句的三个功能。 然后我们来看 what 在这三种子句里所扮演的角色。It was a lie。It 指某件事，而那件事是一个谎言。It 的内容是什么呢？It 是 what he told me。What he told me was a lie。他对我说什么是谎言吗？什么这两个字进不去这个翻译。 但是，如果把它改成 "All that he told me was a lie"，这个 "What" 等于 "All that"，我们就很容易看懂这个句子。All was a lie，全都是谎言。All 是什么？All that he told me。That 作为关系代名词，是 "told" 的受词，引导一个形容词子句。 修饰 all，all that he told me was a lie，等于 what he told me was a lie，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话。what 在这个例句里是 told 的直接受词，就是他所说的话。接着看下一句，it will give you strength，it。 指某件事，而那件事会给你力量。It 的内容是什么呢？It 就是 What inspires you？什么鼓励你将给你力量？可是这不是个疑问句。同学是不是又发现什么这两个字进不去我们的翻译？但是如果把它改成 All that inspires you will give you strength。 我们就比较容易懂。That 作为关系代名词，是 inspires 的主词，引导形容词子句修饰 all。All that inspires you 会鼓舞你的一切，will give you strength。等于 What inspires you will give you strength。What 引导一个名词子句做 will give 的主词。 同时，what 本身也是 inspires 的主词。what 在这个例句里是代表 inspires you 的事情，会鼓舞、激励你的事情。我们看第二组句子，observe it，观察它，具体是要观察什么呢？observe what happened around you。 What 引导一个名词子句做观察，observe 的受词，同时 what 本身是 happened 的主词。What happened around you？什么发生在你身边？同学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个翻译里用什么可以通哦？要观察你身边发生了什么，这个中文很顺，对不对？等等，我们一起谈。 先继续关注这个观察的点，你要观察的就是 what 的那个点，发生在你身边的一切，你的观察点就在这个 wh 的疑问字，你身边发生了什么？这个 what 不是在问问题，那个什么是某些内容，在这个句子里观察那个没说出来的发生的事情。 现在再综合说一次，what 引导的名词子句，一半可以用什么去理解，一半不能。可以用什么去理解的句子，我们很容易看懂，也能够造得出类似的句子。但因为另一种 what 在中文里面不存在，在写作上就比较少看到同学使用。投影片上的这些，是一般同学写不出来的句子。 问题大多出在理解方法不对，但如果同学懂得如何把它拆开来理解，那些说不出来确实是什么的，几乎都可以用 what 来取代。What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字，同学得好好学。